top 内内熊有碰瓷远方来，我们在道路上有酒有肉又没有发呆。PNC 617，我们从不塞的，只求超过200公里，他妈给我接着。从不找公司，从不沟通事。欢迎来到宠物公司，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露西派。六一七他今天好像有一个工作，所以就没有。六一七他跟我说他怕 freestyle 的时候会输这两个年轻人，所以我们今天确实有要 freestyle， 他就是有点怯场。他说：“哎、欸，这一集我先不参加，很怕。”没有开玩笑，没在怕，他没在怕，冲直撞随便住，没在怕。对啊，六一七没在怕 freestyle， 呛木瓜直接冲撞人、啊。我操，哇，那野蛮人应该打赢他。野蛮人三，小老一下，哎、欸，那你们是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简单的就是宠物公司 ，OK，Yes sir， 镜头那里，刚不介绍过他们哦，对对对，自己介绍最帅、yeah.，OK，What's、okay. good，What's popping yo，It's your boy， 聪明 whipping man， 很高兴来到这个宠物沟通师，谢谢陈老师邀请，还有露西派 in the house，Yeah，很高兴来到宠物沟通师，我是。然后叫宝放队友兔兔背，那么在一起吸我卡壳，我是小奶狗，亲我遛我，我住六楼。这个会这么长的原因，是因为你像什么康复社，真的很多那个后浪妹，后浪妹跟你讲，那个会讲这个，就是因为我的车牌就是有，我只讲后面有7565。哦、然后就是亲我遛我，然后我们、哦、因为他是小奶狗，我们家又真的住六楼，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乱塞到做一个数字的前提，蛮帅的。我其实一直想问这个问题，就是 Java 你几岁啊？我几岁？22岁。哦，真的吗？对，你的气场已经快要炸掉了。对啊，就是感觉不到年龄了。我自己是觉得好像大家都觉得我年纪很大。就大家看我长得老老的，我觉得我们有一点同病相怜，哦，对吧？我们这种就要属于老起来放，老就是你不会啊，你还好、啊，你还对啊，你他妈讲什么？我国中就长这样哎、欸，我国中也就长这样。然后我高中的时候我是捡平头球队嘛、嗯，然后我坐在健身上，然后健身司机说：“哎、啊，做冰刀。”我说：“五三四。”我们中山之友是绿色。我以前也是出去吃饭哦，哎，打退哦啊，下面其实马上棒架等啊，然后下面其实没退。真的收假？我操！我是一个高中生，我操！我一点直接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变当兵的。我国中的时候也是，所以我们四个其实都算长得蛮老。老着放啊，老着放。他不会啊，看起来年轻。哎，没有啦，其实那个当兵那个，我以前高中打球。当兵那个计程车司机也有觉得是我在当兵，对，然后他有可能平头刻板，然后那计程车司机一直跟我讲说那个哦他那个昨天晚上去玩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姐姐，然后很开心，我这辈子都记得那件事情啊。当时你是国中生，没有，当时已经高中，所以可以。哦，可以聊一下，可以去摸一下，对，可以。原住民姐姐不好说，不好说，摸摸茶是不是？可以一下，可以去。加法每个礼拜都去啊！哦，真的吗？没有，没有，没有。哎、欸，啊，你们最近有要发新作品吗？感觉你们也休息一年了、欸，有，对不对？没有，没有，哎、欸，我们其实没有在休息，一直有在做。对，我们一直在工作，我们一直在工作，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去证明说我们一直在工作。嗯哼，所以我没有在跟大家说什么，我一直在 hustle， 因为我不用讲啊，因为我之后出来的作品大家都看得到了。没有，这个是一个关于一个故事，就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然后他以前是球队的，然后他们球队里面那100多个人，然后每次大家练完球之后都有火锅可以吃，然后就是那个排球球还才直直排轮的溜直排轮，所以就100多人，然后大家在那边练啊什么的，然后之后就火锅可以吃，每次都有火锅，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叫许霸。然后他每天就是一来到这边，然后就暴弄那一堆100多个人的料，然后把这个火锅都弄好，然后之后再自己一个人全部收。然后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许霸做事情的这个精神，一直在做，但不求别人知道，但你一直在做，你一直都在。如果你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哇，许霸在搞这套。嗯嗯，但他一直在做。但如果你没有去，特别发现说哇，好爽，有火锅可以吃，你很帅。没有人去看 detail， 对，我们就去一直做那个，一直在做，但不怕别人知道。其实还蛮有，就是怎么说呢，好像有一种我们黄皮肤的人的这种 grinding 的精神，对，有种空谷幽兰的 feel， 对，空谷幽兰，不求回报，我就一直在做，一直在讲成语，空谷幽兰讲3-4个成语，太多成语，我只是空谷幽兰讲了4次，跟你爸一样，跟爸爸一样，我觉得那精神是很帅的，可是国文老师，
我小时候国文都没有及格。空什么蓝？你刚讲空谷幽蓝，空谷幽蓝就是兰花长在深渊里面。可是它就算长在深渊里，没人看到，它还是会继续扶摇直上，然后还是会方向。来，帮他拍手。哈了，有料有料。耀祖了，这边简介这边会上那个每日的成语。有料有料。好啦，那好扯哦，乱鬼扯一下。那你们现在比如说歌曲一直有在做，是对，因为可能观众就很想听到新歌。那你们现在比如说手上有几首？大概我们大概有一首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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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做事，然后我不想让大家知道我在做什么。几首一首。十年磨一剑呐，十年磨一手。如果是铁剑磨成绣花针，铁杵磨成对对对对。我去他家的时候，他放很多歌给我听。我常常去他家写歌。现在可以先来一个听一下，是不是？来，可以听，也可以听，我们就手机 feel 一下。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比较属于说，我跟 Japa 觉得说，时间早晚都要面对一些问题，那我就是要更努力的去 push 我自己。嗯哼。Sooner or later I'll be my dirty man， 所以 swallow the god， 我要更好 ，I gotta do better。嗯。的那个概念很帅，的让我们自己一起去 push， 因为平常就会觉得，看，突然好懒哦。年轻一辈，年轻一辈的观念需要你们灌输。嗯嗯。鞭策自己一点点的，鞭策一点点的那个，然后他又一直给你，因为这是整首歌那能量又很满，所以等于你可以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就去听，然后就知道。而且我们已经实验一阵子，就是真的很有用。反正我们只要两个人，因为我们两个人一起住嘛，我们一起住在三重那边，然后。我们只要起床，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很忙，然后就是很倦，就是超累的，在家里面就觉得很浓。干 fuck， 不要吵我，就觉得不要吵我。然后，但是呢，我叫他起，我们互相叫起床的方式就直接放这首 Better，因为大家我们就是会觉得说，哦 ，Tomorrow Better，Tomorrow Better， 干 better, ，就是再给你，再给你，再给你。对啊，明天一定会更好。对，适时的停下来休息，然后再给你。就是不错啊，我觉得你过很好，达到自己想的，都真的很屌，知道自己在干嘛，是知道自己。我也会这样子但是我们先来听歌好了，酷酷酷。Tommy Whipping feat Young Japa， 然后这个 beat 是 Rabon 做的，之前跟你们提过的，深谷对，在南港的那个 Glacier， 所以就是可以洞居血人 ，Let's go， 好有有 ，Sooner or later I'll be my dirty man， yeah。Roll bone, sooner or later I'll be my dirty shirt to Caracas to better. 三分能量都够多，你想往前进 ，Rest up, 下辈子千遍 gotta do better. 无尽的口袋等着我去 beat up， 看看你是靠不靠谱，爬起来去做 no matter the weather. Sooner or later I'll be my dirty shirt to Caracas to better. 三分能量都够多，你想往前进 ，Rest up, 下辈子千遍 gotta do better. 无尽的这首就是对，那个让大家很新鲜。这一次没了，这首每次听都会很顺。然后 give it up yo for Young Java from 3-2-0 Zubi man， 毕其心我踏可，我是小奶狗。终于越来越成熟，真的顺，他连那个弹舌那些都，我觉得他很多可以学。我来喽来喽，大老板来喽。You didn't see what I see. Bitch, do you got it? Apache.把太阳西亚放光的，我走的 south， 收拾好东西 ，we got a bounce， stop on the bottom， 我截然不同，大到 big house 是我最终的目标 ，are you saying big house， 小声击败的 e， 他们会分我 c， one two three， let's go， red up， 比马德里奥说图嘎拉嘎图，不热，手中能量都够多，你想我前进还是走？全部是钱，不要搞赌本了。无尽的口袋等着我去 beat up， 迈开自己脚步 ，lose you， 爬起来去做 no matter what。Sooner or later I'll be my dirty shirt， 说赌嘎拉嘎赌本了。所有能量都够多，你想我前进 ，let's go。全部是钱，不要搞赌本了。无尽的口袋等着我去 beat up， 迈开自己脚步 ，lose you， 爬起来去做 no matter what。Yeah， got
见，很扯，压箱好货，压箱好货，十月就会发了。哎、欸，对，出来的时候各大串流平台都上。Yeah, good shit, man。顺便想要去 Robo， 各大串流平台都会上吗？没错，没错，很牛逼。哎、欸，这首歌上的时候，大家早晨的时候都要拿出来放。对，早晨绝对要拿出来唱，跳个、啊、跳一下早晨的健身操，呼吸一下，感受水之呼吸。我知道你们这首歌要带出来的那个，对，带出来的那个能。其实还蛮出乎意料的，就是说是这一种曲风，不是，我不说的不是 drill， 而是他的 drill 还蛮那个，怎么说，就有点度假 feel、轻盈 feel， 可是同时又很有 motivation 的感觉。那其实这个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当初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一 drop bomb 一敲出这个 beat 的时候，我们当下就马上就觉得说，这怎么那么像？这前奏怎么像电梯音乐啊、嗯？你搭电梯的时候听到音乐，然后呢就是 elevate 一直往上，一直往上。然后我们在我们家那边，我们家住六楼，然后我们冲到顶楼，我们就是超六，然后超顺，超六的，超顺。我们直接冲到顶端。我们附近太多，上面写什么泰顺啊、金顺啊，然后什么什么泰那个旁边 seven， 我们全部把联想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宇宙暗示，宇宙暗示，真的真的真的。你给这个宇宙什么能量，能量就会回来的。对，其实刚刚他们这样子，明明一开始。只说听个歌，后面就演起来，你就感觉到那个 energy 是流动，确实是赚到，先抽一下，很爽很爽，可以在那个寄发票。我们现在就是直接 freestyle 环节，这是我的 P， 这是我的派，这是我的 B。Gotta take the first step， 走在路上，走上第一步，因为就要怕在怯场，不要说话。What the fuck man， 你应该更有自信，因为知道自己超屌才能胜利。告诉你，耶、yeah, ！告诉你，自信就像他妈的身上表面张力，就像 Red Card 给你表面张力。我他妈现在只知道，我就住在仁义街。我们继续接，耶、yeah, ！继续放慢脚步，哎、欸，他们 whipping young Japa， 告诉你们两个超有才华，耶、yeah, ！We got talent， bro， yeah， we just smoke that natural J， yeah， yeah， pop that shit， hey， pay that bill for my mama。Yeah, mama, I'm finna buy you a Tesla、oh, yeah. Yeah, whipping a Tesla and swerve on the highway. Tesla, feel Tesla. Like an April Goody Hoodie. Yeah. Feeling that, feel me? Feel me. Just feeling the vibe. Just feeling the vibe. Just feeling the vibe. You're feeling the vibe. Vib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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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还是你们习惯唱再跟一点的都行，随意，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乱玩好了，乱玩一组都可以。这个我感觉你们会比较熟一点，就比较 chill 一点。Young Japa， 刚上一个我要唱哦，你要唱是不是？上一个 B 我会想要买，我想买，我已经定了，我定了，我已经定了。耶，专业人出一半了。OK OK， 懂啊，懂那个 B。宠物沟通师 freestyle， 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看露西派的。Pay me first when I take off my fucking beat， better pay me first。妈每次都不懂，都要他妈的别人说，怎么一点都没有礼貌？你妈妈没有教你怎么穿着？我没事，下次会在旁边跳舞，手一直在动，也从来不会进，因为你的嘴巴不会动。有叫旁边 speak on that shit， 赶快唱你的歌，然后这个 beat。现在根本唱不出来，太烦。喂，什么他妈？为什么 freestyle 很强啊？很强哎！他十五岁就在练了，进去了，进去了。加吧，这 beat 太 geek 了，太 geek 了，太 geek 了。加吧，这 beat 太 geek， 啊那这样都不行，都不行。那么多问题，随便唱，随便唱，随便 free。你不是就这样追星？有手上桌上拿着那个 iPhone， 我他妈在我的二 C trap zone。有现在我的 center round 里面还有 trap phone， trap phone。意思吗？我他妈我的 second phone， second phone。Bad bitch, you ain't booty go、you ain't booty go, cause you ain't my real hoe、real hoe. You ain't my real homie、hope. You ain't my real homie、Woo. Cause I whip it in that car, cause that's a stoly Glory K, yeah 欸好像给你们秀一下就好了好吗？那就接着来哦好啊，好啊，反正其实对啊，没有特别要聊什么。我们来看看年轻人的，我们就玩好了。Okay， 反正宠物公司蛮蛮防榨干啊。这个声音蛮帅的。哦，这我是我听过啊。Yeah， 随便唱 ，Yeah。
我们从五公尺的随便唱 yeah, 管他有没有押韵 I don't give a fuck yeah, fuck yeah.Not the day I'll be living in my imagination or the creation in my creativity in my backpack. That's the shit I'll be doing, don't understand it. So you can go back to the fucking old place you came with. I don't give a fuck who you came with. I got drop on the back and a side chick. Got a Glock and a switch and I don't care. Got a Glock, no. 这里是台湾没有枪，就用拳头揍你妈妈。Yeah, I beat your ass up. So, hey, 就像 Young Jappa 在全员里面。Fuck,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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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但是告诉你我的 cash OK 放他买个 Chanel 耶、yeah, 他现在全部都放满放满我们的脚步我他妈来自302的祖辈耶、yeah, 我半夜都不会在路上喝醉、我告诉你我现在继续我的 melody 我他妈的是 Jappa 但不是 Annalie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现在不会去爬马里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是站稳脚步我的情绪继续GG steady 我因为你快接不下去什么 steady no 都是 copy 我救你没有关系因为 I got your back homie See the phone I'm saying I'll be on the street and whipping cash can whip it to the cash and got the balls back and in then yeah, dropping by this shit put my feet on the table got no menace in this shit yeah only whipping down 302 the kitchen 我们在慢慢 cooking some dope with the whipping I'm like, Smith and Wesson. I'm like, I just feel like I'm not awak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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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欸、我喜欢你那个 rhythm 很帅 Listen Listen 很帅、啊、我在乱唱的 rhythm That's master 感受那个咬字那你们最近有什么就是台北的演出吗、欸、也不用讲只是台北对、啊、因为我们台北人、啊、最近其实比较 少演出、嗯、我们比较多像于在内化自己因为大嘻哈时代要来哦，你们两个有参加吗我们有投都有报名了感觉要去爽一下真的、欸、观众你们要有报名的注意一下这两个对手很可怕他们活跃、哦、对真的、欸、可以我们可以 handshake 一下对啊可以交流这样如果你在台上跳不过他们的话就先不要跳舞、哦、先不要跳了先不要跳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最近哇又被冠上了嘻哈舞、啊，对，还是又要跳舞的一遍，就你就很像美猴王，没错，你自己没猴掉，猴掉你很像一只猴子，一只就是自己在甩啊，甩完了之后，很好看的猴子，帅的帅的，帅猴、啊，美猴王、啊，对对对，美猴耶、yeah, ，不是那种那个、啊，不是动物园那种感觉，好像坐在那边都不动。有没有看到那个有一个网络影片，是一个大猩猩的直接滑出来，这样滑出来的那个感觉，杨家爬上去，近战猴，近战猴，真的，我很蛮喜欢黑猩猩的。謝謝你们两个走过来很像，对，很像猴子，对。一直在那边这样子，嗯，嗯，帮你抓一下，闻一下这样子。啊，你们去参加那个大嘻哈，就是有什么打算吗？还是有什么想法？感觉就是去那边去 hang 好玩的、嗯、体验一下，真的在棚内的那个感觉，肯定你是完全不一样。然后顺便增进自己的舞台，因为后来有发现，其实舞台上要学的东西细节真的太多太多。我们连说要买那个耳返嘛，到现在还没有买，七月的事情了，现在要十月了。说监听耳返，对啊，监听耳返一个才3000块，可以用很久。监听耳返干嘛？我们表演从来没有用监听耳返，直接都听地板的，直接听啊，直接听地板。没有，我觉得那个专业度，我想要。把自己 push 到那個全部都唱好的我小时候去看 Jay-Z 演唱会、Jay-Z 上台他直接那个他直接拔掉他在小巨蛋就是类似那种很大的场 Stadium 嘛没有在趴直接唱干爆文的哇操哇靠他可能就是心态调整我在 KTV 那种感觉或在家里拿着麦克风在录音你就会听得很准但我觉得都会太放然后那上台之后就直接然后就全部把能量全部用完然后唱完第一首歌之后大概就不太行就很累对吧、然后下台帮 Jappa 打 Ali 的时候已经是
我懂，我懂。所以加法很聪明啊，加法写歌感觉唱时候不会流汗，都不会流汗。我都没有想到我现场都超近，都超近，超近那样。对，那唱完都没流汗的吗？没有，没有。加法你有流汗吗？哎，很滑。没有，我是。哦，所以加凡最近有在就是好像拓展新的嗓音，是不是？就是带一些旋律或者是比较嗨的。哎，有旋律那些也都有，就是哎、嗯欸，那我是不是要放听一下旋律了？科技的问题，哎、欸，听不到声音吗？这个麦克风有啦，喂喂喂，小而已，哦，这样 balance 吗？去，一，一。Give it up, yo, for young, jump up on the 3-2-0 Superman. 新歌听一下。I printed that shiny on the one. With a what? Pop out, rise, and pick him up my life. Had a fucking dream. Gang, gang. Watch your guys clap. Everyone be proud of me when bad it will see. Using just a liquor wreck, I get him. Tell me, I'll be out of love with his eyes. What's under the new attire? My grandma sweet, my tears in the eye. I used to be broke, so they did wash and beat. Since I'm in your door, so that's why Sony won't shit. Time alone with me, your joke with your smoking weed. Made it eat a level 2, 2,000 times. 44 pounds can live, 44 drowned. 44 hounds is what I get most bound for me. Goody.走不同条路，买什么？一路大别墅，从去我们铺耶。I be fucking bitch， 他们家就像是 seven， yeah。I deserve it， cause I grind so hard， 24/7。在我的 hoodie， riding on my lyrics。I printed that shiny on the wall， with a tattoo。I'm a rising freaking mama lie， I don't fuck with you。Shot in my cash， you ain't tryna play me。Gang gang， elevated to 50/50， watch you guys are crying。Everyone be proud of me， we're better with the city。What？ Just shot liquor rick， I get。New York Times， 怎么没有？你的声音怎么没有在里面？哦，没有，因为我的是现场才有的版本，搭的很好。我在他旁边才会有，搭的很好。哎，看你们两个默契超好的 ，L 机器耶，你们两个一定感情超好的，真的，对不对？我们住的感觉你们也不常吵架。哦，很、欸、好像还没吵架，没有吵架，没有吵架。因为你们大概的个性就是都会知道对方的原则，对对对对对，感觉我很尊重。有意思的话，就其实都真的还好。有一起经过就会懂，一起经过的，一起经过的才真的有什么东西才。在这一路上有陪你真的经过的，就是 real homie， 耶、yeah, ！对，真的到后面都会一切都会起来的时候就知道水落石出，没错没错，是这样讲是吗？水落石出是吗？不是不是，落井下石，不是。应该是不对，应该是点石成金，应该是蚂蚁上树，沉默是金，相煎何太急啊！相煎何太急，真的承受铁板烧，海水退了就那个意思啊！海水退了，对对对，海水退了，内裤高过牛仔裤，海水退了就会知道，内裤高过牛仔裤，海水退了就不是海水退了就会知道，哎、欸，海滩很多垃圾。内裤高过牛仔裤。哎、欸，对，我来问一个比较普通的问题，是，就大部分的观众可能会觉得说，哎、欸，音乐很屌，人很帅，为什么 Java 裤子这么低？对，你有什么 lifestyle？、這個、其实我老实讲啊，就是你看我今天穿这个，这个运动套装，这是 Born Rich， 杰哥。Born Rich 杰哥，感谢，真的是超帅。Born Rich 是台湾品牌，对，他一整套的。谢谢杰哥，谢谢我们杰哥。Got that nice。可以来两套。我跟露西派都需要三套。我穿裤子，他穿上衣，这套很帅，做得很棒。其实我觉得你们的视觉也很屌、欸，哎，就你们视觉是谁在做的、啊？我们视觉那个啦 ，Local Game 啊，不管是照片啊还是影像嘛，还是什么照片的话，我觉得就是。通常都是请人家乱拍的哦，乱拍自己修。我也是啊，乱拍的土泥哥照片。我跟你讲啊，玩老蛇大家都是这样，对吧？你只要自己有 sense 在，拍出来自己觉得好看就好了。确实是，但不好看我们也不会 po 啊，是一个个人魅力的展现。只有不好看，只有六七会跑去 po 而已，一直刁他，真的就是不好看，六七硬要 po 说，哎，用老陈这一张。他故意说这张很丑，然后用老陈这张，他偷偷跟那些年轻人说。然后我得知的时候，啊，这张已经上去了，发出去了。刘星互捅，整天互捅，然后怪自己长得丑啊。怎么样，陈老师有什么想？你说什么想什么？有什么想要再问的吗？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其实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要让大家认识这两年。对啊，对啊，我觉得观众一定有感觉到他们的那个能量、活力、能量是，对啊，我觉得非常高了，应该比莫仔阳高很多了。哎、欸，不需要，不需要，他不是嘻哈圈的。我们
我们其实已经没有要想要跟谁比较，当然，我们只是为了在最为自己而做，我们只想要为了留下来一点。对，因为我匆匆来来的去，又匆匆来来的走。嗯，哇，这么年轻就悟了这一切，真的没错。我停下脚步的时候，那种姿势会留点长。一个人来，一个人走，我们要留什么？留意义存在，把意义留下来，对，把一切。嗯，墓志铭啊，死前留下来的都有价值。而且假设我们两个都是自己各自自己住的话，我们这股能量是不会这样子凝聚的这么厉害的。我懂，我懂，跟这么快的速度，在短时间内，因为我才搬上来台北，大概才两个月左右。我才搬上来台北两个月左右，这两个月过起来就像是过了一年一年两年。当兵，那你在一起多久？我跟你讲到这两年很甜蜜，然后觉得有时候手牵手的时候，我觉得谢谢蔡英文，我觉得我想要突破这个制度，乱Q蔡英文，没有没有，是兄干兄弟兄弟情兄弟情的兄弟情，因为 Joppa 找我一起住的这件事情是真的太夸张了，因为我原本住在那个三重正义北路的那种。看来就巨像毒库，我们现在还有个当铺，就是一个 trap house， 然后下面就有一个笑脸，那我在那边修摩托车换个，哇操 ，K 为什么那么重？一个小八九蹲在那个柱子上面，爆抽那 K 烟，感觉就是你啊，不是我，你就很像会抽 K 烟，照一下他，你看像不像会抽 K 烟？是这样讲，我看来这么正常，好像抽 K 烟的，这么 fresh 的抽什么烟？等一下，你的故事没讲完。你说在那边看他修摩托，对对对，然后他反正就是那里整个超 trap， 然后我住在那边的时候，整个人的身心灵都巨疲惫，就他整个给的空间都很压迫，然后又住在那个很惊的环境，然后外面又是菜市场 24/7， 就 bad vibe， 对对，一直在那个，然后就杨娇帕就有一天突然就直接跟我说，哎，要不要一起住？超莫名其妙，然后我们前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在联系的，甚至还有可能是会有 beef 的那种，就是因为嘻哈仔不是觉得哦，干我自己很酷的，因为不熟嘛，对对，不熟就会有一个防范心态，就他突然说找我一起住，然后我也超想要搬的，啊，时间也差不多，就直接瞬间搬了。然后就哇，莫名其妙直接爆炸。就你们那时候不熟，他直接问你要不要一起住。对，然后他就，我就直接说，酷啊，来，要干嘛泡你泳啊？就是能量对就对了。所以其实超莫名其妙。你应该也觉得他很强，蛮强的。我也觉得他很强。妈，你十五岁的时候，我觉得你很强啊。你传歌给我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不错哦。慢慢慢慢跟啊，从小时候学到现在，还有更多要学。对，真的，越走后面越觉得自己有很多不足。确实，就是又是 humble swag， 有 humble swag， humble swag， 对 real， 他讲的内心真诚，认真真的还要再继续学，诚恳是最帅。跟你讲这种话的时候，那些很烂的人想，干你这么强，还要再认真学哦。小时候真的有发生这件事，就我小时候对自己很没有自信，我都一直在说，哇，干我这个干没搞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我身边有一个，我以为他会跟我一辈子的兄弟，就那种我三四十岁还可以找他，可以看到小孩的那种，就他直接就是在那种自由里面啊，我没有在他自由里面，然后就直接爆枪为主，说我是垃圾这样，然后说这样子一直，操，这么突然，对，这么突然，然后我直接受到一个打击。但是呢，我相信 Tommy 绝对是 Don't give a fuck， 你知道我根本就I'm worried about it， 我根本不需要去担心，因为。当你跟一个兄弟，就是你们已经什么都不用讲了，就是好就收一收，就是走了，然后来小心，来过马路小心，就是小心，反正就是照顾彼此。你说你上路小心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小心，没有，就是注意路上小心。有时候大家可能喝太醉啊，太呛啊，太昂啊什么的，就是互相照顾一下，所以我们就是会从中，就是我们也会互相。吸取到不同的那种经验，不同的感觉，因为我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生长环境的人，然后我们两个接触到这些之后，然后我们来调整说哪一些是正确的方向，然后督促彼此。因为你自己一个人住的话，你是嘻哈仔，你非常容易 trap 掉，真的非常容易 trap 掉。我真的看到很多在 trap 的人，然后就是直接 trap 掉，就是卡住，对对，整个心态。就是会被钱带走，一定会被钱带走。虽然说我也不敢说什么，我完全没有被钱带走，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大家自己心里凡事都有个平衡点，有个互相照应的，对，有个那个 Genshin and my 家人会找到平衡点，不仅 guys are clean 哦，该丢就丢，该收就收，对对对，该收就收，伸缩自如，大丈夫能屈能伸，真的。OK， cool。刚刚那个机器过热，我们这边就随便吐哈，消耗一下，然后分享一下最近的行程啊，或者是给大家期待一下，做一个结尾。我们刚放的歌十月都会上，十月会上，还有一首是 In My Curves， 在9月26，其实过几天就会发了，在杯中。In My Curves， 对对对 ，In My Curves 是我跟水神的一首歌，水神，对对对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水神也很厉害，很屌，水神也是超厉害，超级喜欢，要找他来上，可以可以，我不认识啊。
我算哦，我问他，我问他，我问他，我没有特别没有特别熟，有过一面之缘吧。OK， 嗯，酷酷酷。哎、啊欸，你现在要放歌吗？对，我现在在，我刚本来想偷放，但是这可以啊，可以放啊，对啊。My Cups， 我们只有结尾再放一首你的歌嘛？好，结尾听一下 In My Cups 好。My Cups 是 Tommy Whipping 跟水神。哦哟、哦，我们听一下，听到声音了。In My Cups， Let's go。那我看一下画面哈。啊 ，OK， 既然来都来，可以偷偷 react 给他们看一下。可以哦，这是拍观众他们看到，还没有看到，对对对，还没有看到。先一个 release， 这首比较偏向于柔一点的，这比较他们的画面真的很厉害，对啊，吓到我们的那个 Baby JK 的吴宇导演。很帅。然后这个高音也是我，这个高音也是我，很帅。然后这里就换成水神。各大串流平台都会上，直接上，帅。曾干面的小哥比你还要闯，跟着迎接我，他叫做 Ferrari， 我一开他去载你，看你想要去哪里。Instead I keep it in my cups, she can't help me sleep, so I know you're going rough. Stay up on my way, I'm going haunted up with you. Pull up on the gas, put some weight on the floor. I got all these scars, that I keep it in my cups. Drinking on me sleep, so I know you're going rough. Stay up on my way, I'm going haunted up with you. Pull up on the gas, put some weight on the floor. 是否隐藏在了秀发里面？又是 Jersey B， 别给我来个 Subway， 穿蓝色的都会超腿，今天又是清早醉，难怪如此憔悴。Never mind， she said that baby he's just a friend， 不如忙着从事试图实现理念。并不是什么实现理念，无非朝你所谓 private flight， 风声跨越。藏在山头，大喊我不差钱，好做爷爷。心如安全带，心似你。一同往上不摆烂，每个洋葱我上摊，我的家我的光，想到地球的发展。你们三个交织在一起，哎，融合在一起，在这个杯酒里面。In my cups， 很牛逼。这个导演是那个帮我们拍《美猴王》的哦，包括那个刚刚给你们听的那首 Better 也是他。Better 说 Ocean Eyes 吗？不是，是我们的怡宏导演，我们的怡宏导演很屌 ，Baby JT 的对，宝贝杰克的导演，我觉得拍的真的很屌，他很懂哎，对啊，他很懂把歌也是好才拍的出来，对，他很懂把我们想要的那个街头元素，再跟他的电影的那种。镜头感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颜色也很漂亮，有调一个有点暖又没有很暖，然后很像威士忌的感觉，先顺进去用顺顺的，然后而且水神在里面真的很亮，有那种，对他的肢体整个我觉得是协调非常比我还要好，因为我看得出来那个动作都重复了，应该说你们两个肢体是不一样，唱的东西也不太一样，我直接讲一个超解的，那个 MV 里面的那个威士忌那是什么？哎，自己讲，麦茶，麦茶，麦茶。哎，没有，那老板倒两杯给我，直接下掉，当天只有我喝而已啊。屁啦，你就跟我讲说是因为他把它下掉，所以剩下麦茶。对啊，就是麦茶，麦茶直接喝三罐，能够喝到变爱滋味代言了。小老兔爱滋味麦茶。好啦，宠物沟通师，哇，现在冠军晋升新的冠军吗？好啦，新的冠军，恭喜恭喜，有就冠军加喷。这么多，对啊，三百克罚款啊，罚款，我也记住这句话了。OK， 酷酷酷，好啦，谢谢你们能来，谢谢。然后我是代班主持，代班不是代班啊，你不是代班，你们要跑了是不是？剩下我一个，第三个啊。哦 ，OK， 好，对啊，我是陈汉典的角色。好啦好啦，很高兴陈老师邀请，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Pat Talk。